色才是深蓝色。OK， 隐藏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拉，然后袖子这一边呢，好的 ，Adeline， 你要 NJU 23 Dark Charcoal XL 收给你了。那么我的刚才那个jumpsuit啊 ，Dark Charcoal XL 就没了。OK， Dark Charcoal 最大剩下 L 啊，最后一件 XL 就收了给 Adeline 了。OK， 这样子啊。很大副哎，这个不穿不觉得，穿在上是非常划算，非常大副哎，非常大。袖子这边是这样子有 rubber elastic 的，袖子这边是这样子。是长裙了啊，这个本来就是长裙了。长裙的长度了。小 V 刚刚好 V 啊，这一件小 V 刚刚好 V， 然后袖子一样，该遮的都遮完了。隐藏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拉，下摆呢就属于一个这样子大的 flare， 很大的 flare， 我要站远一点。大裤的 flare， 不然看不完。对了，我要这样站远一点，你才看完整件连身裙。下摆是属于这样子大飞的裁剪蛋糕裙大飞，有口袋，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，可是它口袋属于比较浅的。OK， 这个口袋属于比较浅，放钱的话要小心点，怕你钱掉出来。你看总大会这么飞的，加上这样子的长度119，真的是物有所值啊！啊，数量很少就对了啊，很多都是只有一件啦，浅蓝色。如果你们要 S L， 有个一包了没有了哈，因为这些都是抢，我们其实要加单的，加单的时候被抢完了，所以说我们的数量就是一到两件哈，没有的补货了哈。这一个要的话，直播下单的很值得哈，119这么的大，对了，因为价钱便宜，讲真的，它价钱是真的很便宜了，因为119这样子整大货。所以说这个它的助理尺码一样，你选择带走 M size 就好了哈。那么腰间肯定是还有空间，因为它这个 cutting 腰间是比较大，可是整体穿身上你会觉得好像大一个码，是因为它的下半身是这么的大腹，它垂了下去，所以整体穿起来不会觉得腰间那边好像很大，还是说不合身，是不会啊，只是 compare with 刚刚好贴身，这个好处说穿起来就没有这么的有约束感，可是曲线依然是有在那边，不会觉得哎好像助理穿大一个码感觉是不会，所以说跟我的尺码 M 就好了，长裙的长度了，赶快119就是一刀两件有的补货了，所以你们找个牛仔长裙不要错过，就是那么的一刀两件没有的补货，跟我的尺码对，跟我的尺码 M 是 OK 的，我是穿着 M size 啊，所以说真的不要错过，很喜欢，我越看越喜欢，真的，我们是第一次带进这样子长裙的长度的牛仔裙，有口袋，然后说很大户啊，119很值得，就像是你买了之后，你把改个半裙，你是觉得很值得，把最下面那一折剪断它，这么大户来看看，它是这么的大户，赶快哈，数量是很少的哈。OK， 来，我问了这个 dark blue 是要单写好啊，你要 dark blue 还是 light blue 啊？ OK， 所以一样啊，可能说你先穿这个长版的，然后穿久了你觉得很闷了，不想它变这样，把它改短一截啊，就变成一个 midi 中长版是 OK， 就把这边最下摆这一层啊，把它剪掉啊，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版本。所以啊，基本上牛仔裙来讲呢，没有试过有这么长的，属于 midi 类的长度，这些很多都是那种 cotton 面料啊，还是。第一次雪纺面料啊 ，Linu 你的浅蓝 M， 然后 Any 你的是Any 的 delete 的 ，OK，OK 那些 delete message 小的我们是不会保留的，记得下单了请不要 delete message 啊，你 delete 了我们就不会保留。来，我身上换了深蓝色，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，这一件穿 M size 就好了。想要找牛仔面料伴着连身裙这样子的长度的，第一次有肩膀这边它有木耳边的这样子的桌折就那个桌折就对了。OK， 前后都有，整体穿起来。OK， 你的是深蓝色 M， 然后是。Beyond 你的是浅蓝色 M 流了，其实它整体穿起来是很斯文的，很斯文，非常真的很值得，真的，最主要是它那么大腹，然后它是长裙呐、啊，然后是长裙哈、啊。其实如果你平常出国休闲打卡，你撤回布鞋是很好看的，像助理讲的、去旅行真的是要买一双很好的布鞋、很舒服的鞋子，对，你就不要 expect 说穿高跟鞋去旅行了，不要了 ，OK， 真的是不要，想象就好了，想象就好了那个。来，你看我穿布鞋一样是衬搭得到，它属于一个 smart casual 的款式 ，OK， 加上它有微微的弹性，其实这一件 overall 你上围和腰。穿到下摆不会有问题，对，所以助理啊，他今年他去还没有旅行前，他买了那个靴啊，他每次想我是买来摆礼拜的，他没有穿，然后我是没有穿，根本是不想带他出门，因为我知道
只要带它出门的话，我会走到半尺算了吧，我就买来买爽买爽，满足我的买的欲望哈。没有，可以穿，可能就是因为那双跟太有点高。其实我想，我想带被它出街的打卡包，只能穿。有人这样无聊吗？拍完照的时候我就换包鞋，最后我就想象嘛，我没取消了那个，你有带去吗？那双鞋子？没有。我还好，我有把鞋子带去，因为我买了一双是。讲真的，你要去旅行走很多路的话，前面的鞋头不可以穿尖的，要穿方的还是圆的。穿尖的是拜托是走不到路的，尤其是你要走那些走一整天，走两三个小时，走一万步的那些。我们每天暴走一万步，应该不止一万步。每天走了，我记得一天我走了两万多步。我是暴走那一种，暴走、啊。走了两万多步，然后我讲我第一次走这么多路了，然后没有喊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天气冷，不会累，很舒服。其实是有累了，脚已经麻掉了。啊。还有苏青，你是用什么山？你没有打山，你不到啊？ Okay, 虽然有些人赶快啊，啊，我的浅蓝，我的 L 三剩下深蓝啊 ，L 三剩下深蓝而已哈。OK， 两个蓝，其实两个蓝都是属于显瘦的颜色，可是 overall 你想要看起比较牛仔的感觉，就带走这个浅蓝，深浅和深。OK， 两个都会显瘦。然后我的深蓝色也是就一件，深蓝色 M 就一件啊，深蓝色看它有吗？啊，是的，那我的深蓝色给了舒青就没有了，那我的 M size 剩下浅蓝而已。M 剩下浅蓝啊 ，OK，M 剩下浅蓝，不要怕说浅蓝会漏漏之类，不会啊，因为它毕竟这个颜色，它两个都是深色 ，OK， 两个都是属于深的了，就对了，只是我放一个浅一个深 ，OK， 就看你们自己喜欢，你想要看它比较有牛仔 feel， 带走这个浅蓝，然后显瘦。啊，特显瘦的话，应该说是这个深蓝色。然后浅蓝色 M 也是就一件啊，谁要 M size 就一件浅蓝就没有了。最后一件，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是 M size。来，给他看到一起看。Okay, 长的牛仔，长的牛仔裙啊，这一期只有这个款啊。OK。所以说，跟我的尺码 M 就好了 ，M size 还剩下浅蓝就一件，要的话赶快哈。OK，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。